好，我们来测一下那个线上的声音跟视频都有没有问题啊？可以听到吗？喂，可以听到吗？好，那么昨天的瑞朗啊，我们前天带的单瑞朗空单啊是成功止盈啊，最低打到我们的一个放到3分钟当中来，最低打到这个往下走的话，盈亏比是接近1:5啊，1:5，1:1.5，OK 啊，一个短线交易非常漂亮啊，走到上面接近止损，回到成本。近乎止盈，再回到成本，最后达到1:1.5。当然，所以说这个是短线交易当中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需要去学习到的一个技巧，对吧？学习到了一个技巧。所以说，有时候当价格头寸还没有被止损的时候呢，需要去做一些这个保持的工作，不要去太过于频繁的调动它啊。所以说我通常建议。我通常建议这个大家在去操作的时候呢，保持一个严格按照交易计划来执行动作啊，不要轻易的因为情绪的调整啊，因为或者是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轻易的去改变自己操作的一个原有的思维方式。好，这个是瑞朗。当然，如果今天来看的话，瑞朗的一个交易呢，依旧还是有操作空间啊。我认为，包括今天早上也是让你们在这个瑞朗上面去做了一个在瑞朗上去做了一个空单，包括现在如果今天早上没有进瑞朗空单的话，那么现在我认为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再次去考虑进场的啊，考虑进场。当然，这个进场的话，可能会交易的周期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因为止损的话，我们是统一放到止损的话是统一放到0.98左右。所以说，这个单呢，大家依旧现在如果没有瑞朗空单的话，我认为现价还是可以继续进的。挂单在0.97950，挂单在0.97950啊，因为它是一个 AB 等于 CD 啊，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是吧？那来这样子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啊，没有，我们先来去举一个例子。好，这段是一个 A 到 B 段，对不对？A 到 B 段，把它变粗一些。A 到 B 段啊，OK，A 到 B，好，那么说过 AB 等于 CD 的一个简单交易方式是等距，啊，复制粘贴过来。好，再看一下。C 点到 D 段的一个走势的距离是不是正好等于 A 到 B 的？是不是正好等于 A 到 B 的？所以说呢，这块区域是我们做空的位置。那我们那天啊，我们前天做空的一个短线交易的一个做空的依据就是 AB 等于 CD，嵌套一个30分钟的一个加特利形态，再次做空下来一个短线，获得了一个1:1.5的收益。好，从现在来看的话，交易依旧是可以持续进行，因为这个 AB 等于 CD 它的一个。范围是比较大的啊，就是这个红色的区间，这个红色的区间内都是可交易的范围。所以说，今天如果上周一没有进场的话，今天依旧还是可以在现价高一点点的位置啊，就0.97950挂单进场，停损的话放在30点啊，停损放30点一个整数啊，0.98250。OK，目标的话，我会建议给到1:2。那目标的话，我会建议给到1:2，差不多是在这段距离的一个50%的位置，啊，这段黄金分割的50%的位置，给到一个目标的参考，是吧？1:2左右，正好也是一个整数的一个目标的设置方法和参考范围。好，这是瑞朗啊，我认为还是可以继续高空的，整体的趋势呢没有发生变化，还是一个相对偏空的走势啊，一个相对偏空的走势。好，再来看一下。欧元也是一样的
欧元还是选择欧元，我还是会建议选择逢高做空单，欧元选择逢高做空单。那么在整个欧元目前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其实现在的现价这个位置其实就可以去进到欧元的空单啊，现价进场，欧元做空，然后呢，止损我们放到。OK，现价净空欧元对美元，止损我们放到1.12268。其实如果用 M 模板来看的话，现在欧元也是正好是在 M 模板的进场位置，是吧？标准进场位置。昨天晚上其实就已经有讲到过关于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账户当中为什么使用欧元在分别在这些地方加仓的原因，是吧？根据 M 模板来，一二哎三，再次呈现交易机会，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做空的位置。OK。好，这是欧美现价。那同时呢，这个地方30分钟当中也是一个1小时当中也是一个 SIFI 的嵌套，那一个 SIFI 的嵌套正好是在。这个做空的区域就现价进的，就不要再犹豫了，现价就做空欧元，止损放在1.12268，大概是24点的止损，大概是24点的止损。目标我们第一目标给到差不多前低吧，那第一目标给到1.10793，晚上交易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啊，1.10793。第二目标呢？给到前低，差不多也是1:1.5左右，好吧，来做一个这个同样的是一个短线交易，可能今天晚上就会有结果，到底是止盈还是止损还是怎么样？OK，好，这是它的一个欧元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交易机会，好，剩下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品种。英镑倒还没有建议做啊，英镑的这个，目前来看的话，一个位置上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好。SIFI 形态，这个能抓就抓到，抓不到的可能就会做的同学可能应该抓到了，对吧？SIFI 形态。那昨天这个地方的一个 XABCD 五个形态的话，那么由于它上方的一个点，这个地方已经超出了前方的一个 A 点的空间，所以说我们暂时这个单可能就不需要再去做多单的考虑了。OK，好，XABCD 走到1.21665，做空下来，对吧？但是现在来看价格已经走了，这个地方已经打到目标一了，这是目标一的位置，T1、T2，OK，Entry，Stop Loss，好，大概是一个1:1.6左右损一笔的一个交易，短线交易，所以说用。SIFI 形态来去做英镑来看的话，今天应该是可以去把握到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到。OK，从整个英镑的形势来讲的话，也是不是很乐观啊。英镑的形势不是很乐观的。那么本周当中有五个重要的事件呢，第一个就是。今天周三了，对不对？周三7月份的货币政策纪要要公布了，是吧？今天凌晨有时间看的呢，可以去看一下啊。但是我认为调整的幅度不是很大啊，所以说今天晚上看一下美联储在8月21号的时候会讲一些什么话。OK，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美股最近的一个反弹啊，美股最近的一个反弹，这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事件啊。第三个事件就是。原油啊，就是原油的一个这个原油的一个库存，因为上周我们看到美国公布的一个上周原油是到现在一共是涨了1%，原油的价格是吧？公布的一个石油库存，我们看到库存的减少，大幅的降低，大幅的低于市场的预期，所以说我们是看到最近原油的一个价格是反弹的非常厉害啊，从这个54一路走到接近57的位置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关注的一个地方。那么剩下的话，今天10:30的时候。
啊，10:30的时候，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大概是在上午10:30的时候啊，会公布这个官方会公布现在的原油的一个库存啊，它可能会影响到原油在短线上的一些波动啊，这是一个关注的一个重点。好，那我们再去焦距到市场当中来看的话，我认为直盘货币目前来看，其他的品种还是没有太多可以去交易的机会啊。就直盘货币上来看的话，很多品种还是没有太多可以去交易的机会。日元呢，日元没有空单的实际上是可以限价进的啊，因为这个地方是1小30分钟当中的 XABCD 成型了。啊，30分钟 XABCD 成型了，但是日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止损要放的稍微的大一点。我认为止损是给到那，我认为止损是给到前高会比较合适一些。那如果日元空单的话，可以考虑，要么就限价进啊，要么再等一等，等它往上去走到一个高位，用蝴蝶的一个延展来做，其实也可以啊。不过用蝴蝶延展做的话，不一定能走到这个位置啊。所以说它止损会小一点，但是都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挂单交易不到的风险啊，就是行情不一定能走到这儿，是吧？啊，所以说如果要现在去做欧元的话呢，要做日元的话，我建议可以限价进的话，止损放到。这个阴线的上方啊，这个平滑线的上方，大概是放50点左右，好，放50点，限价进，每日的空单，止损放到107.006，目标我们就看到下方了，目标看到下方，第一目标可以给到这儿啊，这下方的一个support，啊，在105.730，那第二个目标我们放在下方的这个 support，OK，一共大概是1:3左右。那日元最近来看的话，交易的就比较偏震荡，没有太多方向性可去谈。但是整体的一个日元的一个交易的大概的走势路径，应该是一个震荡下行，是吧？你看，往上走，还是一个下跌趋势，还是偏空的。交易欧元、交易日元还是往空了做，逢高做空是比较好的选择。好，这个是关于每日啊。如果没有进的话，限价可以进一单每日空单，止损呢放在50点啊，目标以2根红线的位置，分别是下方的支撑阻力位为参考。啊，纽元没有太多好讲的，为什么？因为纽元最近的行情就不是特别的，不是特别的好做。破也没破下去，不破下去的话呢，倒是希望有一些可以去做到的中继形态啊，因为离底部支撑也会比较近啊，可以看到纽元离底部这个支撑的地方是比较近的，所以说，做空是没有，目前来看它不破下去是没有太多可以去考虑的空间的啊，做多的话呢，太偏历史了，因为前方这个地方有定价 K，对吧？定价 K，所以说尽量的去避免，最近是规避去交易，尽量的不去交易这个纽元啊，尽量不去交易纽元。再来讲一讲黄金啊，黄金可能最近会有一个回调了哟。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近期的股市的情绪是比较这个乐观的啊。我们一旦股市开始往上去反弹，市场当中的资金马上又开始去从黄金当中撤离，对吧？因为这个避险啊，避险的资金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它待不长，对吧？待不长，就说。如果属于长期避险的话，那可能是会碰到一些问题，就属于长期性的经济衰退。那比如像2008年的时候，是吧？由于长期避险资金呢，会对未来的整个全球通胀有一个非常悲观的，全球通胀有一个产生了悲观预期。那么这个悲观预期呢，使得市场当中的一个投资人的一个整体的情绪都处在一个非常相当紧张的环境当中。所以说，避险资金不断往黄金里面跑啊。所以说，08年之后呢，我们看到黄金是走了。一直到现在啊，
一直到现在都走了，是在走一个相对比较大波段周期的牛市，啊，因为全球的通胀是在不断，每天都是在不断的加剧的。当然，这个也是现代经济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现代金融体系非常大的一个漏洞。那因为一套金融体系它会有它的寿命和周期，那。不光是我们看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还是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啊？你看中国的唐宋元明清，对吧？那么最后去从鼎盛走向衰落的时候，都是从金融开始先动的。那包括民国晚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国民党发金圆券，对不对？那开始金圆券兑黄金可能是1:1，那最后呢，你去用一车，你去用的那个用三轮去拉金圆券的话，你可能还兑不到一头。对不到一头猪或者买一只鸡都买不起啊，那这个就是它的金融出现了问题，是吧？那么在民国晚期的时候呢，国民党发行的这个金圆券不再去有相应的对应的价值的时候呢，然后银行就出现了挤兑危机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一些国民党的一些官兵呢，就骑着那个人高马大的骑着马，上面就是鞭打当时的这个中国人，对吧？然后他们不能去银行去兑现黄金，去兑换黄金，是吧？最后走的时候呢，最后没办法了，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是吧？然后呢，内忧又是外患，实在没办法，就准备撤离的时候呢，当时就开放了金融，然后每天基本上银行里面，上海银行里面啊，就排起队来去兑换黄金，啊，就兵败山倒的时候。所以说，从民国晚期来看，包括从中国的这个历代的金融的一个历史来看的话呢，它到末期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通胀情况，通货膨胀就是本国，政府发行的货币，以前不能说是政府了，对吧？以前就是，这个中央的中央集权制的发行的这个货币啊，到从省一直往下去印发的这个法币，对吧？啊，都就会大幅的去贬值。OK，所以说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啊。那么美国的通胀实际上它还是控制的比较好的，为什么？因为美元相对来讲，它的池子非常大，它不像人民币，但人民币也有它的优势。为什么？因为由于美元的池子比较大，所以说它有足够的容量去吸纳这些发行出去的货币。啊，它有足够的容量去吸纳这些发行它的货币，所以说它通常来讲，美元从现在只要它的政府信用不太出问题，那么美元的一个贬值的一个速度相对来讲是控制的还比较好的，啊，并没有像一些其他的国家，像委内瑞拉呀、津巴布韦呀，是吧？这些国家基本上是这个本国的货币的贬的，啊，就是印钞票的那个成本啊，都比这个它本国的这个钱的价值要高一些，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所以说，对于通胀这个问题呢，是现代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啊，包括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从长远来看的话，啊，从长远来看的话，这可能会是现代经济学走向，或者是它的一个最大的漏洞，或者走向衰退，或者以后可能会有其他的经济体制来代替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啊，就是没有办法避免通胀问题。啊，没有办法避免通胀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说能做得非常好啊，除了就是美国以外，但是它也不能去完全的控制住这个，完全去控制住这个金融危机，对不对？一旦金融危机的话呢，它就会印钞票啊。特别是2008年之后，我们看到美国进行了大量的量化宽松，啊，大量的量化宽松呢，它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全球通胀都起来，全球通胀起来就会势必使得黄金这些不可再生资源啊，不可再生的资产，包括这些避险的东西，它会价格会飞涨。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不光是国内的物价啊，对比2008年，再从2000年开始看起，2000年当时的一个物价就是100块钱，实际上它的购买力是很强的，对不对？那到现在，我们看到100块钱的话，基本上是买到的东西是没有远远远远远没有2000年前当时100块钱的购买力强了。不光是你去出国去买外边的东西啊，还是说在国内买一些其他的这个日常生活消费品啊，它购买力要下降很多。对不对啊？所以说，如果是按照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它是两种情况导致的，就是第一个是国外的一个整个全球的通胀都是在加速，那第二个是国内的一个通胀，啊，国内的一个通胀也是在不断的加速的，所以说共同导致现在的一个本国法币的购买力是呈时间的一个增长在不断的去下降的。
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近几年又推生出了虚拟货币啊，就是我们讲的区块链，对吧？区块链之所以出来，就是因为市场当中互联网当中有这么一类人，他是极力反对啊，极力反对某一个政府、某一个国家在对这个在发行货币的时候具有控制权啊，因为如果是虚拟货币的话，或者是区块链的话，那么它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心啊，去中心化嘛，它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心啊，即使你再强大，你是美国政府，你没办法去控制这个东西。所以说，它相对来讲，第一是存量有限，第二呢，它是可以去完全摆脱啊，摆脱这个中心化的一个控制。所以说，这个也是最近我们看到啊，不管是它的一个观念问题啊，还是说一些噱头啊，真的是把比特币的一个价格是吹到很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金融危机都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警觉性啊，以及对接下来如果继续要发生金融危机的话，会做好一些提前的准备，啊，等等等等，才是现在一些金融市场中的一些现象。好，那么从黄金的整个历史来看的话啊，其实它都是一直在涨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之所以一直涨，是因为现代金融体系、现代经济学制度、现在的经济制度，它是有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人性的贪婪啊！一旦人性，我们看到08年次贷危机，包括1099年的时候，dotcom 危机是吧？当时其实都是由于投机情绪的一个盛行，啊，因为人基本上已冲昏头脑，什么都不做，每天炒股啊。09年那段时间，对吧？把科技股炒得老高，然后呢，大家什么都不做了，对吧？虚拟泡沫、虚拟资产是吹得老高，最后呢，发现出现问题，那美联储开始被迫去收紧利率，对吧？08年也是。都买房子，啥都不做了，全部都买房子，借款、贷款、买房子，对吧？借杠杆、加杠杆，银行无条件给那些并不具备贷款资质的人去贷款买房，为了去赚钱嘛，对不对？因为当时房子，如果是房子不一直涨价的话，那么永远不会出问题，但是迟早有一天，不可能一直涨嘛，对不对？房子不可能一直涨嘛，那一直涨的话呢，其他领域都不用存在了，什么服务业啊、餐饮业啊这些东西，大家都去炒房去了，那还得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逻辑是不通的。那一旦他出问题，那就有很多本身不具备还款能力的这些贷款人啊，这些投资人，还有一些这个甚至有一些学生啊，还没毕业就贷款去买房子啊，银行也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把钱贷给他啊。一旦房价涨不去的话，他就没有偿还能力了，对不对？他就没有偿还能力，没有偿还能力呢，银行就被迫去收回不动产，因为你没有偿还能力。在美国是这个样子，美国这个国家，你如果是美国人的话，你直接跟银行申请破产，那么他是没有办法去，他是没有权利，也没有办法去继续追求后面的一个贷款的余额。比如说你借了100万，是吧？你现在直接跟美国政府提交一个破产声明，或者你是公司或者个人也好，是吧？那你直接跟银行讲，把这个证明拿给银行看，那剩下的90万你就不用还了，他也没有资格，也没有法律的规定去追究你这个责任。啊，这是美国的一个法律所决定的，所以说当时就这个问题，一旦房价开始下跌的时候，尤其是像底特律啊、休斯顿啊这些地方，对吧？我们看到当时几乎是出现了很多这种控制的一些这种烂尾楼盘，那么当下不去的时候呢，又没有房价格不再往上涨，利率一提升，好，那个还款的成本压力增大，房价又上不去，就出问题了，银行就被迫收回了大量的一个。银行就被迫收回大量的不动产啊，这个在所有国家都是这个样子。那银行收回不动产有什么用呢？那不就是一堆这个水泥吗？对吧？钢筋啊、破铜烂铁啊之类的，它不能实现价值的，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一个这个不动产的一个投资标的，那就全部收回银行国有，那它也没办法处理，钱也收不回来，这必定会导致金融发生危机，或者是金融的这个体系里面出现一个非常大的系统性风险，是吧？就开始传导到全球，次贷危机是这样来的，最终还是归咎于人性的一个贪婪啊，因为大家都去炒房子。当时一个普通的家庭，啊，政府也没有上限啊，因为政府也是既得利益者啊，不要忘了，政府也是既得利益者，对不对？他可以通过税收，是吧？他可以通过土地财政来去保证他的一个收益，因为你买房买的越多嘛，他政府也赚钱嘛，对不对？你交税交的多嘛，对吧？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让金啊等等乱七八糟的，加起来政府也是受益者，所以说谁都不愿意去把这个东西戳破，银行是最最不愿意去把这个戳破的，包括当时的标普公司，
啊，标普公司给了雷曼兄弟，给了这些贷款的大的银行里面都是非常健康的一个评级，但实际上是很大的问题，但是都不愿意，谁都不愿意说这个东西，是吧？就闷声发大财，最后就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呢，全美国人买单。但还好，美国啊，它是永远不会吃亏的。为什么？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啊，它强就强，强在它永远不会吃亏，因为美元它是在全球流通的啊。即使危机发生在他国内，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危机去稀释，风险去化解，去稀释，把它稀释掉，尽量的不在国内造成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就通货膨胀了，就印钞票咯，对不对？印钞票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全球的一个通胀集体开始起来，是吧？就大家就开始疯狂的买黄金，买黄金，买黄金。你看，从08年开始，黄金整整一直走到2011年，是吧？包括现在，它都是一个在不断往上走的一个趋势，到未来。黄金还会有，如果我们拉10年来看的话，拉到10年来看的话，或者更长的周期来看的话，只要这个金融体系一直存在下去，那么黄金的价格就是普涨，只不过涨多涨少的问题。比方说下一次如果金融危机来了，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贸易，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呢，我们看到。它是两个国家的这个体制所决定的，所以说不光，那这个贸易战它可能会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一个巨大的变革，整个金融体系的巨大变革啊，所以说，美中贸易的问题，包括信息技术安全的问题，包括对于这个全球到底谁是。争老大的问题啊，以前是苏联跟美国争嘛，现在是中国跟美国争嘛，对不对？就是包括谁是老大的问题啊，都有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局。所以说，以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如果这个原因导致成为接下来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节点的话，或者是正在进行时的话，那么黄金啊，或者是这个避险资产的价格，可能会再次出现一轮新的一个。大周期的牛市，大多头的牛市，所以说用这个层面来看的话，你看未来黄金5到10年，10到20年都有可能会是一个继续上涨的一个趋势，它价格不可能会再跌下去了，不可能会再次回到800因为800这个时候的一个货币存量跟现在的整个全球的货币存量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体量的，对不对？所以说黄金的价格啊，如果是。真的用更大周期、大级别来看的话，我认为这次向下的调整只不过是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回调啊，剩下的话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那就短线来看如果放在年内看的话年内或者月内来看的话，黄金目前是处在一个阻力的位置一个颈线的位置。那这个颈线位对于黄金来讲，我们如果是有做到短线交易的话，那么它很显然不是一个追多的地方。对吧？很显然不是一个追多的地方，就是从趋势来讲，那我们现在看到黄金是一个上涨趋势，一个上涨趋势，上涨趋势当中最佳的选择是找到一个比较低的，并且合理可以接受的位置买入，所以说1499，要是觉得这个位置比较低，那你现在就可以买；如果觉得这个位置不有点高，或者它不太低的话，你可以再耐心的等一下，比如说等到回到这个颈线位置等到它破位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地方有大量的买单在挂着在啊。同学们啊，这个地方有大量的买单挂着在呀，对吧？因为这个地方是，看到没有？它是一个本身的一个破位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大量的空单，价格破上去之后呢，还有部分空单等着解套，所以说等价格回到1450、1440左右我认为是可以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买入机会。所以说，当价格如果再次走到这儿的话，我会建议你们去再次去买一下黄金。好，这个是关于基本面上的一个，关于基本面上的一个对，归结成一句话，最终归结成一句话，就是全球通胀是当前的金融体系必然会导致的一个问题，全球通胀是当前的金融体系必定会导致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货币贬值，哪个国家都避免不了。
这个是黄金啊，再来看到油价，当然油价也是观测通胀的一个比较好的指标啊。当油价比较高的时候，是吧？当油价比较高的时候，你看，说明这个时候呢，通胀会比较严重，或者是通胀压力会比较大。这时候18年呢，是吧？18年4月份，一直到18年的一个年底。那进入到19年这段时间之内呢，我们看到去年美联储是加了几次息，加了3次，是吧？去年 FED 加了3次息，今年还一次没有加，还反倒降了一次。就是当通胀高的时候，我们看到，油价也是一个去观测美联储会否进行加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啊。但这个是基本面研究的一个板块和范畴了。如果从它目前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我们如果是回归到技术面上来观测啊，现在油价是。完成了一个加特利的探底啊，完成了一个加特利的探底，价格是围绕50开始往上去反转，现在价格是走到接近57的位置。如果从它的压力位来看的话，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这个啊，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压力位呢，大概是在58就是往上走，大概还有到差不多3%不到3%左右啊，往上大概是走现在56.7嘛，走到57，越过58，大概是在这块区域当中可能会有一个高空的机会啊，可能会在这个地方有高空的机会，还可以去观望一下。主要的交易的一个方法呢，还是可以用到互联来做啊，用到互联来做，一二三四，大概是在大概是在58.50到58.30这个区间啊，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一个高空原油的机会啊，我们可以先去等一下，因为现在价格还没有到嘛，还没有到，等它再往上走一点，打入到红色区域之后呢，就要准备去做空原油了，啊，打入到红色区域就要准备去空原油了，OK。好，再来看一下那个我们在早上的时候跟群里面，我是给大家了一个提示，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入场做多的机会，是吧？欧镑啊，你们有进场吗？欧镑有进场吗？目前来看已经到1:1了，是吧？欧镑已经到1:1了，最高是到1:4，1:1.4。啊，1:1.4，至少可以平一半吧，啊，我认为是至少是可以平一半。第二目标呢，看到这个上方前高的位置吧。那第二目标我们可以看到那个0.9181的位置，啊，这个单也是止盈的啊，也是止盈离场的。OK，一个 XABCD，XA。B、C、D，多头啊，一个做多的形态。好，再来看一下。先扫一扫，看一下那个。棒价，
棒加 save 形态，棒加 save 形态，然后是这是往下走。棒加目前的话也没有什么好太好的机会，目前没什么太好的机会。棒奥。棒牛，看一下，一，差不多是在棒牛的话，我认为是可以有一单，今天是有一个短线交易的机会的，短线入场机会，差不多现价可以在这个地方挂一单。但是棒牛这个单呢，可能止损会比较大一些，可能止损会比较大一些。先看一看，先看一看。棒牛已经走上去了，棒牛，先不急啊，棒牛先不急，先看一看。比特币的话，最近这个行情呢，现在有一点。感觉有一点蠢蠢欲动了啊，所以说前面这段时间是在做头部啊，比特币是在做头部，感觉这个空头行情有点蠢蠢欲动了，上方的压力位置啊，比特币最近还是不要去买了啊，我认为不要去买了，1万块钱太贵了，你想1万块钱买一个啊，1万美金买一个，就7万人民币一个比特币啊，这个太高了。所以说，如果最近比特币它能够打破到这个下方的支撑和颈线的话，就这个地方的一个支撑，它能破下去的话，还是有机会去做一些空单的啊，比如说做一些破位的空单，那在这块区域当中再往下破，去长期去持有比特币的空单啊，也不是长期吧，是中期可能会有一个做空的机会。当然，如果想去交易到它的一个多单的话，那么短线也可以注意关注一下价格打入到这个区间的一个反应。那短期来看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价格打入到这个9400到9200这个区间的一个反应。毕竟，因为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比较可以看到的，稍微是比较强的一个 support，是吧？那下方。前面也有之前的有很多支撑的一个价格上去，所以说相对来讲底部还是有买盘作为一些支撑的。就比特币来看的话，我认为比较好的交易策略是4小时当中打入红色区域，止跌形态出现入场做多，止损与前提作为参考啊，以这个下方作为参考。第二个交易策略是做好破位的准备，如果走到9240，
如果走到9000块钱左右，那这个颈线如果是直接破下去的话，这个地方的颈线如果直接破下去的话，那么在下方去交一比特币的空单，在这个地方去交一比特币的空单，去做破位空啊，或者去做破位的一个中继，其实都可以的，因为从它现在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那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明显的头部行为的，一次上不去，两次上不去，三次，对吧？高点开始往下走了，高点开始往下走了。只要这个地方的低点，只要这一块的低点，只要这个低点一旦被打破，也就是这次下跌打破掉前低的一个记录的话，那么这种趋势的格局开始呈现了，就是高点变低，低点变低，再反弹就可能开始走震荡下行了。所以说这个通道啊。比特币这个通道啊，是最近要去交易的时候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先把它画一下。OK，比特币这个通道啊，是最近交易当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只要它这个低点，它只要不破下去，就还是有可能会反弹。但是，一旦它破，这个格局就会不一样，就要随时关注啊，随时关注它的一个周期的变化。OK，好，这是它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技术面的分析。再来看一下，奥纽的斜坡已经往下走了，这个斜坡已经往下走了，下方一个碳水杆直接拉起来。上方的话就看到这个能不能回到786的位置吧，看一下能不能回到786的位置吧，形成一个 safe 的嵌套。看一下能不能走完这个嵌套，走这个嵌套的话，空单的机会可能会在1.07左右。可能会在1.07左右，等一等吧。现在还不急。如果非要选择的话，我认为在奥纽当中采用 M 模板来做的话，最近也是还是可以的，不一定不行。奥纽，看一下奥纽，奥纽，OK，是吧？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做多的一个案例啊。比如说这些地方，是吧？这些地方，非常舒服啊！这个做多，只要是踩到这个节奏，踩到这个点，每次做单平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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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这个 M 模板是一个偏日内交易的一个系统，所以说你很多时候都是在日内直接就了当的，它是经常来讲它是不怎么会过夜的M 模板是要么是在日内选择了结，要么就止损了，对不对？它通常来讲是不太会过夜，比如说持仓几天或者持仓几周的 M 模板不是这样的一个交易系统，它是一个偏日内的。所以说，大家在使用 M 模板的时候，我们看到奥纽最近的这个行情定价可以出现是吧？定价可以出现是定什么呀？定方向，方向一决定，用交易系统就搬出来做了，对不对？回到低点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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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简单。这个黄金的话，黄金最近是不建议用这个模板做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周数轴已经开始往下走了。周数轴是往下，我来跟你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到底怎么去用。这个到底怎么去用？我们先找一个，就找它吧，把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方向线把它变得粗一点，
啊，这个紫色的线呢，这个紫色的线是很重要的。这个紫色的线，它是在交易当中，它是定向的。看到没有？它是定向的。也就是说，目前来看，我要是去做一个拍板做抉择的话，是选择做多还是做空，取决于这条紫色的线。啊，它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套系统当中，它会有两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是方向。第二个元素是位置，啊，这是这个系统两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方向和位置。哪个更重要呢？方向更重要啊，因为如果你方向搞错了，机车位置找得再好，那也无济于事，对不对？你的战略是错的嘛，你战术布局再好的话也没有用嘛，对不对？所以说方向是定战略的。那定完方向之后呢，就找位置。位置的话是通过这个数轴点的一个，位置的话是通过数轴点的一个高低来去决定的，包括均线啊，它会共同决定一个位置。像这种情况就很好看到，就看到一目了然了，是吧？数轴呢是蓝色跟红色，蓝色跟红色之间，啊，均线的夹角之间，那相对 K 线都是比较好的买入位置。圈一、圈二、圈三、圈四，基本上是做一单就止盈，做一单就止盈。做一单就止盈，做一单就止盈。OK，就是它也是一个比较灵活的系统啊。当然，这个系统的交易周期是比较短的。那通常来讲呢，是不会持仓超过这个今天晚上的收盘啊，就是在凌晨5点收盘之前需要平掉的。要不止盈，止盈就不用平了，因为它会自动平掉。如果没止盈，还在浮动盈利或者浮动亏损的话，是手动要需要去平仓的。好，再来看一下那个美股啊。美股的话，今天来讲是没有太多可以操作的空间的，包括德指。德指这个位置呢，其实怎么看呢？这个形态就稍微的有一点点，还是有可以交易的一个空间的。比如说，一二三四，这个 step 是可以做的。另外的话，现在就说看一下这个地方能不能成型吧。啊，这是一个延展的蝴蝶啊，延展的蝴蝶。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能不能成型吧。那如果经常去交易它的话，我认为可以适当的考虑去做一个短线的空单啊，也是可以的，也不是不可以。啊，当然这个不做带单的一个要求啊，去做一个分析的一个案例。止损的话会给到，因为我不怎么去交易它，所以说我也不会去做这一单。止损的话，我就会建议给到200点左右。啊，如果是现价进的话，止损可能会建议给到一万一千九百八。第一目标呢放到11576，第二目标放到11449。11449，可以做一个短线的考虑，因为这个地方差不多是一个可视阻力位置。4小时来看的话，对吧？差不多也是一个可视阻力位置，就看这个单能不能交易的比较多的啊，是可以是考虑做的。交易如果不怎么交易得知的就算了，这个不可以考虑，可以不用考虑。
那 A50 也是一个标准的 X A B C D 是吧？一个标准的一个做空的形态，再标准不过了，一波下去。我看一下，如果是能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到啊？如果是做到的话，这笔是可以拿，至少可以拿一比五是可以拿的。那1比5是没问题的，完全没问题的。上一个，对吧？至少是可以拿1比5的，因为1比5是他的目标二嘛。啊，目标还有下一个，1比5.3是至少可以拿的，对不对？那，是吧？没问题吧？OK，啊，这是一个多空的嵌套。好，再来看一下那个，瑞朗开始往上走了一点点，欧元在往上走。也没动。看一下那个棒有没有做。OK，好，还有一单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就是一个棒扭啊，这个棒扭是可以考虑一下的。棒扭可以在1.89375、1.89375挂单入场，1.89375是做短线的，1.89375挂单入场。停损放到这个100点吧，停损放100点。啊，因为这个它的点值比较大一点嘛，放流的点值比较大一点，好吧？啊，停损放100点，第一目标呢给到这个地方的一个支撑，给到这个地方的支撑大概是在1.88365，我看一下 RSI 有没有过去，RSI。差一点点，啊，是可以做的，我认为是可以做的。1.89375挂单进场，止损100点。那1万美金的话，我建议，做100点的话，我建议做0.1手左右吧，0.1手啊，1万美金建议做0.1手。止损放到1.91037，第一目标1.88365356啊，第二目标我们给到，第二目标我们往下看吧，就给到这个地方的一个颈线位置，啊，给到这个地方的一个颈线位置，止损多方位，啊，大概1比2.2左右，OK，啊，这个是棒扭，英镑兑纽元，我看一下。
好，那这个就是棒柳的一个位置啊。欧元的话，先看一看美元指数吧。主要是今天晚上有利率决议啊，所以说不太好去做太多的一个判断啊，因为有时候在利率决议里怎么分析都是错的，怎么看都是错的。这上下打来回打就没有来回打的一个可能性比较大。主要是昨天来看，美元指数在这个地方它是收了一个双黑反转，是吧？就是双黑反转。连续小阳线整理走到头部一个双黑反转下来，就是不排除今天会有一些回调的一个，不排除今天会有一些回调的可能。啊，最近还是走的比较乱，这个美指最近是不太好分析的，走的比较乱。当然方向还是整体是向上的，啊，这个是没有变的。美指的整体方向还是向上的，压力位的回调。OK，好，这个是美指啊，今天如果是有时间就看了，没时间就算了。我认为对市场的影响不会特别大，是吧？该布局的还是得布局。还有一个啊，就是当你去有一套交易系统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消息面的影响对你来讲是不是特别大的？就是你看不看消息其实是无所谓的。那所以说我是极力反对盯盘的。当你有交易系统的时候，我是不建议你去盯盘的，没有必要。啊，因为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按照系统来做，你不会因为消息的涨跌，不会因为消息的这个强弱，消息带来的一个市场给你传达的一个信息来去影响你的交易决策，对不对？就是系统交易它基本上是不太会去看基本面也不会看。因为基本面如果好，它就涨，涨了之后系统它就会告诉你做多，就这么简单。如果基本面不好，它就会跌，跌了之后系统它自然会告诉你去空，所以根本不需要去看很多基本面的东西，消息面甚至也可以直接忽略。只不过有时候实在闲得无聊，看一看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吧？然后看一看市场当中，哎，消息的一个影响，根据行情的这种联动啊，在市场中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仅此而已，其他的就没有太多可以去。当你有系统的时候啊，就没有太多可以去值得去参考的，唯一就是系统发现后就做，啊，条件反射式的执行，系统发生发号施令就做，发号施令就做，就这个样子。好，那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盘面的分析和讲解。那祝各位交易顺利，明天再见，拜拜。